作为中国品牌第一台真正的新能源皮卡，雷达 RD6 的指导价为 17.88 到 26.88 万元。它拥有与极客001相同的三电系统，因此作为一台皮卡车型，它在城市中的表现值得肯定。雷达 RD6 的货箱可以装载共306袋大米。毕竟是一台电动皮卡，所以0-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能力自然也不会差。8.03秒的最终成绩在三台皮卡中表现相当优秀。而100公里每小时到零的制动距离，最终的成绩为44.64米，表现就相对一般了。